你刚刚叫了什么？ 妈妈。 小宝也是要上小学的小大人了，可以自己睡。哎，妈咪，小宝，你怎么来了？情势出品，味道绝顶。妈咪，哎，妈妈。 你再叫一声，姥姥。太棒了，小宝，叫姥爷。姥爷，叫你呢。这孩子今天怎么了？小宝，这位是果果。果果你好。叔叔你好。叔叔，妈咪。你妈咪不在。 都说了，妈咪不在。妈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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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兄。你应该叫您放哥哥。哥哥。小宝，乖啊，来抱一下。喂，小宝。妈咪。哎，妈咪要先去山庄，咱们待会儿见，好不好？小宝，怎么了？妈妈在山庄。 等我。喂，妈，静姐姐，咋不好？阿姨，都说了叫姐姐。阿姨抓鱼，别用。那我用什么？手。你不让我用工具，让我用手。小宝，你妈咪呢？抓鱼。 抓鱼，妈咪，怎么啦？妈咪坐爸爸车回家，妈妈一起。那吃完饭，我让司机先送你回去。妈妈一起。小宝，您一生找妈妈干嘛？惊喜。惊喜。我。 喜欢你自己去，妈咪，妈咪回来了，打球，打球开心，爸爸，爸爸，妈妈被坏人抓走了，被带走了，救他，A3273，A3273。 要不和爸爸妈妈永远在一起，小心点，别把妈妈的话弄坏了。这还用说？哼，我妈才不说我呢，放在包里了。妈咪，小宝，妈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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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亲爱的来宾朋友，各位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中午好！为了金秋时刻。 我们满心欢喜，满心祝愿。好的，妈妈。什么是重点？新郎，你是否愿意？新娘，你是否愿意？那请交换戒指。请爸爸妈妈拥吻。请抛手捧花。